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三种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使用的一个绳结。第一种，撑人结，也是绳结之王，打法简单，用途广泛。我们这样穿进来之后，绕主绳一圈，再从这个绳圈里穿过去，拉紧主绳，这样一个撑人结就完成了，非常的实用的一个单套结。第二种，活锁结，它的打法也是相当的简单。我们把这个绳头呢，这样跑一个绳圈，然后搭在这个主绳上，把这个主绳从绳圈里再挑一个绳圈，然后绳头折双插进来，拉紧主绳，这样一个活锁结就完成了，而且是一个活结，非常的实用。第三种，布脚结，它的打法也是相当的简单，也就是我们拉篷布、拉折样网四个角的技法。我们把这个布角啊这样折过来，包住这个绳子，然后绳子这样绕布角缠绕数圈。我们这里缠绕两圈，把这一个主绳往上一拉，形成一个绳圈，把这个绳头呢这样折双插进来，拉紧主绳。我们这样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拉紧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布脚结。